初学弦乐课程七，谢朝中坐，左手手指的重心，在重力的帮助下，感觉手指向下的动作是一种自然的下落运动。每一个手指按弦时都以它为重心，换手指时以那个手指悬挂着。整个手部以第二和第三手指为锚点，承受左手和手臂的部分重量。左手不能歪斜，每个手指的重量必须平均落在指板上。这时第一、二指，尤其是第一指，事实上是向内缩的。第65首。第66首。第67首。第68首。同音换指，在相同的两个音变换指法，在变换手指之前，前后两指先一起按。魔镜，相同音型的继续叫做魔镜。音乐常常这样进行，唱节奏变化的音阶。现在我们用手调唱法来唱这个音阶式的魔镜。演奏音阶式的魔镜。第69首。第70首。看谱啦，D大调音阶，我们终于要拉奏D大调音阶了。柯达义节奏念法，在柯达义节奏念法，四分音符唱 ta， 二分音符唱 ta啊。
用柯达一节奏唱法唱有节奏变化的音阶。有节奏变化的音阶必须搞清楚节奏才唱。现在我们用柯达一节奏唱法来唱第71首。我们也来唱第72首。演奏节奏变化的音阶，音阶加上功法的变化会变成相当复杂，要仔细练哦。第71首。第72首。